来。哦，谢谢。你也不问为啥送你。我只开心我有两个。这就对了。强盛哥，哎，哦，给你。我觉得适合你，因为我知道强盛哥和在我们的经历在这个节目，我可能理解他有太多的experience 经验经历，而且他也是很单纯。我是真的觉得你很单纯。单纯是不是也是有一点就是缺一点的意思，就是特别缺心眼是吧？太简单了，就是那让人不行。我觉得易老师也适合这个，给我的感觉是带一个快乐、幽默、很让人舒适的一个感觉，就对了嘛，夸就是了。对对对。